你要留电话给我。我好累，我心好累哦。不是，只是因为大家都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得工作，谁不缺钱？你缺吗？缺吗？大家都缺啊，这跟缺钱没有关。我缺，我不缺钱，我在这边干嘛？对啊，没有弟弟是不是经济有？没有，是我缺啊，没有，真的我很缺钱。拜托大家找我拍戏，找我代言，找我工作，我真的缺。我还没有财富自由，我也像我跟大家一样有机会财富自由。因为就是我们家庭还是蛮独立的，大家各自的薪水、各自的收入都归自己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。对啊，我也不需要养他们，所以他们得自己去想办法。那我觉得就是大家生存，那难免在社会上，你知道，就会一些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这是难免的。对啊。但你跟他谈过了吗？了解一下账户风险。我不需要跟你们报备吧？家务事要报备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关心。好、哦，关心哦。好，那你们直接。你要留电话给我。我好累，我心好累哦。我没有烦啦，我只是觉得就是，其实老实说，真的不是我去做这些事情的，但就是因为家人嘛。然后我其实也蛮挺内疚的，因为如果不是我，他不需要承担你们的关心。对，所以我就希望。大家不要再关心他，关心我就好。然后关心我，你不要问到他，好吗？我真的很需要关心啦，你们不要再关心他。我可以跟你们讨拍吗？拜托。交朋友的模式都是朋友都会大家互相认识，对啊，然后就约在一起这样子。那有梗吗？我那个去拍戏前有去找他，对。但你知道，就是为人母人妻的人真的特别难约，对啊，就没有特别的他。通常我去找他啦，不会把他们约出来，因为带小孩真的很不方便，对啊。最近有关心他吗？嗯，这几天没有啊。前几天有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本来平常的相处模式就是一阵子一阵子。然后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也不会第一时间，就是还是会给彼此一些空间跟时间去处理，对啊。但该关心的都有关心到，对啊。